我平时比较喜欢的穿衣风格，其实因为工作，所以经常会东走西走这样的，所以平常的话一般都比较喜欢穿舒服一点的。冬天必备的装备肯定是羽绒服，因为你必须要有一款又可以保暖又舒服又帅气的羽绒服，你这个冬天就够了。冬天的话，我就应该选灰色吧，灰色又低调，但是又搭配起别的衣服啊，都非常的好。像我平常穿的鞋款呢，因为我平常比较好动，所以要是我的话，我会选择运动款的鞋，就像我现在这款R698，它不仅很舒服，而且还是复古款，我建议大家也可以选。